出来，他也是哈，眼睛这样子瞪着。对，他会看着，看着好像眼巴巴的看着你说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？对，哎呦，这哈，那个可怜样让你看到，看得不忍，对不对？心里有时候好难过。哎，没出去，对不起你哦。哎呦，虫虫咬你！哎呦，快跑！哎呀，你看，小鸟飞，赶快哦！所以它不会被吓到。不会，他喜欢鸟哈，他都会追着鸟这样子飞，看他飞起。哎，而且草皮有人，我们要带小孩先过去，等一下。OK。赶快，去追追追！呀，哥哥，追来喽！就在那个。追啊！赶快追！那个妈妈带小孩，那我再说，因为我要帮他看，别会威胁到亲人。啊，它飞到那个上面没关系哦，还看得到。怎么办办呢？哎呀，啊，妈妈跑到哪里去了？妈妈呀，又，我吓到了，快！啊？在哪里啊？我要看一下在哪里。哎呦！我看到了。很高，看到了，太开心了。我到今天最高兴了。赶快！哎呦！怎么追不到？啊，他今天这样跑一跑会累啊，回家累啊。用跳的比较累哈。嘿，我经常带他去跑步啊。我在观察。看他哪个时候飞下来。对。就像那刚刚那个，就是 people stand still watching you。现在不追了，知道太难了。不追了。宝贝，哎呦，好像也蛮好玩的哈。哎呦 ！OK。没人了是不是？对呀。It's got the dog. You got to watch out the dog. 我要跟狗玩是不是？呀，你可以跟狗玩啊。你要小心，不要被它抓到，然后让它运动到就可以了。因为它觉得太有挑战，它也不想追了。他累了，他不想跳了。你累了哈，他叫什么？累了，他叫牛奶。牛奶，你累了。哎，开跑。多久才跳一次？他也懒惰。牛奶好像也蛮多岁啦。5岁。5岁。嘿。他也懒惰。对。QQ。追，赶快哦！哈哈，他竟然不看你。对啊，他连看都不想看你了，怎么办？他是不看，是不看，他耳朵在听哦。没事了。来了。不好吃呢，牛奶那不好吃啦。太好玩了。哎，他的肚子在怎么饿？